我来到了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朝代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我是四人学校的学生。四人？此人来历不明，举止怪异，不如就此了断。平身！大胆奴才，竟敢戏弄朕！我知道的很多，别砍我！恭敬礼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教朕知识。一一得一。陛下，我昨天真的好想陛下呀，都失眠了。是吗？不管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为您上刀山下火海。朕怎么会对这般女子心动？朕一直觉得你是个很特别的人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你在的时候朕只看得到你，你不在的时候朕也都在想你。朕喜欢你。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？朕一定会为你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国。我呢，就像是住在星星上的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回去了。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要回未来国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你。银子，陛下当然要排在银子后面了。李萌萌，朕要做第一，把银子都收了吧。是。